石钟秀，1952年生，籍贯沧州，自幼习武，启蒙于邓松涛老师，师从刘洪昌老师，沧州体育运动学校高级武术教练，沧州市第六届、第七届政协委员，第八届、第九届政协常委，沧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，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委，沧州市武术协会副主席，教练委员会主任。1976年，沧州地区体校武术队成立，石钟秀调入体校任武术教练，从事教练工作40年，一直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严苛负责的训练过程，勇于创新的训练内容，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在国际武术比赛中获得世界冠军6个，亚洲冠军9个，弟子们在全运会、全国武术锦标赛、全国武术冠军赛比赛中获得金牌89枚、银牌47枚、铜牌32枚，在省级武术大�赛共获得奖牌500多枚。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人才中，王小楠是沧州竞技体育的第一个全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，实现了沧州体育史上的重大突破。崔文娟是第10届、第11届全运会、第9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双料冠军，被誉为太极皇后。阚文聪是第12届全运会、第16届、第17届亚运会、第10届、第1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冠军。以上3名弟子均获得国际运动健将称号，另有11名弟子获得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。石钟秀任教40年来，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，是沧州市德高望重的功勋教练员，人们称他为金牌教母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沧州群英武术官网3w.群英武术.com 和微信公众号群英武术。